我们文化戏剧系第一届的毕业公演就在这里、啊、大一到大四念戏剧系，我们每一年都一定会在这里做演出。那时候陆陆续续成立的剧团其实都是在这边做表演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南海剧场它其实也算是国内儿童剧场的一个摇篮。就开始走在观众席，哎呀，这个椅子是不是原来的观众席，原来的位置，对，原来的观众席是换新的，然后进入到快到那个舞台上，拍观众席以前是更深红色的椅子，然后两边本来是洗手间，观众的洗手间。那时候王生亮老师把这个剧场扩大，从那个女厕所、男厕所都是上场门，厕所门一开，李尔王一进来，观众哄堂大笑。为什么？女厕所三个字清清楚楚。对我这一生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跟这个房子是有感情的。